大家好啊，今日我咧就要闹爆呢个三色蕉啊，或者咩灯笼蕉啊、青蕉啊、黄蕉、红蕉啲咁嘅嘢啊，呢啲嘢咧真系非常之难食，非常之呕心。点解咁样讲咧？你一落咗三色蕉，落咗啲餸入边。我假设你系三色蕉炒排骨好啦，三色蕉炒海鲜炒虾好啊，你落咗去成碟餸都系三色蕉嘅味。喂，三色蕉炒排骨，如果你唔想食三色蕉，你净系想食排骨，但系即使你净系夹嗰个排骨都系三色蕉嘅味。喂，大佬啊，你可唔可以落下其他嘢啊？落下西兰花好啊，菜心好，落下咩生菜好？呢啲菜又冇咁侵略性嘅，三色蕉咧就系一个极度侵略性、极度难食嘅到呕心嘅一个嘅植物吓、啊，我系觉得系非常之难食啊，又臭又剩，系咪先？落埋啲餸又成碟餸都系佢嘅味，系咪先？喂，各位厨师考虑下用其他嘢去取代呢个三色蕉好唔好 ？Thank you。